今天呢，来这个碧波园，这个珍宝大世界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来逛逛。旁边那两宝只有。清迈。花了几千块钱。这有个木雕，这是。啊，木雕。啊、哦。这清代的还是明代？明代的，平常这个庄长不打开都这个原汁原味的。嗯。那上面原来还有漆了哈。啥漆？这黑了这哈。这是这个大漆脱落了，你这年头多了因为。嗯。几百年了，年头多了。哎呦，这还有个茶叶罐儿啊，茶叶罐儿，这是啥窑口的？这算个应该是龙泉吧，我觉得。龙泉？嗯。这多少钱？这？800。就要这个这。反正年份好，咱们老有点卡碰。嗯。年份好。那茶叶罐不是龙泉哈，但是个老的。镇州这个市场啊，还是挺那个什么的，东西挺多的。反正但是呢，就像其他市场一样，真真假假都有。这个淘宝呢，还是需要擦亮眼睛。说了，